今天天气很好，我想与大家分享一个真实的挂历和炒股票的，要是有网友炒股票的可以参考一下，这个六爻占的研究六爻占的易卜的朋友也可以参考一下，这个是我用真金白银的。我就觉得那个这个情况是这样子，在上个星期四吧，今天是星期六啊的时候呢，那个有 U 盆的时候呢，有两手交叉那股6000万股报8.8啊，那个太厉害了，相差很远了，因为早几天还在13块左右，所以我就觉得对那些大户来讲一定可以有足够水位可以做做手脚的，所以我就承占一卦。我占今天那个小米会结胜嘛，就是小米集团这个我用我当时数字起卦法，当时的时间就是1月10号星期四12月初59:53，我用我手创的当时数字起卦法起的卦，得到那个风火家人之三火奔那个卦象。那这个是卦拆卦的地方，西用七财很旺啊，这个解析又得到那个月福日冲动生啊，又自己又暗冲啊，很旺。另外最主要的就是说克土的木爻两个旬空啊，又入木，就是说没有打击的力量，就是说可以得财。那么我就把握。还有另外一点呢，就是说从那个刚才我说了，不可能这么子一下子就跌到八点八吧。以前还是在13块左右，13、14块，所以我就马上把握这个机会呢，打电话去买了2手。400股，那这个是我的记录，我是没有骗你的，那个是全是真金白银的啊，买这个是2点多，通知我已经买了，在9987买了啊，987买了2手400股，到星期五收市的时候已经到10:34了，也算有点为例吧。主要呢就是说我讲今天要介绍有研究六爻的朋友呢，就是说那个生时土长生一生，生是吉利的，所以呢这个就是十号的时候一到生时呢股价就上了还有呢另外一些炒股票的朋友呢六爻占炒股票是行的，不是不行的当然也是要你一定要诚心。还有呢我就几年前我就用六爻写了这本书，我用真金白银炒股票的那这个是国内的情况，这个是我写介绍我自己的首创的自学六爻占，就是这两本书了，就在这里，自学六爻占有600页，这个炒股票六爻的有500页，你看这个是国内朋友捧场了因为我是全是用我真金白银去炒股票，好像我这个股票这样子，我真金白银买了2手400股的所以那个卦象也是在这里，大家可以看见完全是真的，没有骗你的所以我今天呢就觉得这样子，我就把这个上传，以第一炒股票的朋友可以考虑多一个参考用六爻占帮助，另外一点呢研究易卜的朋友呢也可以了解一下易卜，除了七财子路应用在今天的炒股票也是行的，
这一个就是我刚才已经说了，十二长三公，一般人可能不大注意，在炒股票也是用得上的。那你看七财土爻，土长三一生，那一日一到生十三点，它就上去了，啊，所以这个很有意思，我希望大家喜欢吧，谢谢。